呀，我是杰辉。你也常常会发抖吗？想喝酒，想吃饭，想吃咖喱，想泡红。这一个多月都没有喝酒，没有吃饭，手也会发抖。这种时候很适合吃高丽菜。高丽菜切成好入口的大小，你的嘴巴很大的话不用剪没关系。高丽菜给蒜头、盐巴、麻油、黑胡椒磨一磨，放冰箱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好。烧肉店常见的腌制高丽菜，我们这边的高丽菜很喜欢生吃，所以也不用嫌烫好，脆脆的口感真的很好吃哦。啊，还是想喝酒。